好，大家又到星期三晚的这个环看历史了。上一集我们就是讲这个2017的延安整风，就是这个十九大前后呢，就你发觉呢现在呢，哇，即是歌功颂德那种的对公民社会那种镇压，那种的手段，要那些人公开忏悔认错。包括那個延安整風是1942年，即是這種手法，沒錯，就是發展出來，就是源於1942年的延安整風，所謂治病救人、搶救失足者等等這些，後來搞一搞一搞就變成對付反對派了，就去到1957年就演繹成反右，就是將所有批評大躍進路線、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人都打成這個右派，就特別針對就是當時這個儲安平的所謂黨天下，到今天呢其實就真名正言順的黨天下，連一個儲安平都找不到了，在大陸是吧，即是這個十九大的報告啊，就是呢，但是很多林彪式的歌功頌德嘢，哇！你而家睇到咧就真係嚇死你啦！最近咧，琴日咧我就睇到呢個新華社嘅一篇嘅長文啊，15000字嘅長文，標題就係叫《習近平新時代的領導人》。咁咧佢就話呢個報告，十九大嘅報告啊，係多年來中共代黨代會最重大嘅政治報告，被翻譯成為10種外語，亦都引述俄羅斯專家喺翻譯十九大報告嗰陣時點講咧。我第一眼就被他吸引住，從早上8點看到夜晚半夜，忘記了吃午飯和晚飯。喂，大佬，你真係你真係匪夷所思，睇十九大報告睇到忘記吃午飯同晚飯，仲要係一個俄羅斯嘅專家啊，冇名嘅噃，冇名嘅 ，OK。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呢個老作到咁嘅程度咧，真係都唔好意思講出你個名。係啦，咁亦都有即係。黨媒咧就話啲香港學生啊，要一睇再睇啊，咁樣啊，都係啲老作啦。一股暖流啊嘛，係啦，入去心中咁樣嚇。咁咧就文章裏邊就講到習近平有咩個人之處咧，就係過去5年啊，習近平嘅足跡遍及5大洲，里程相當於環繞地球14個圈。喂，屌，周圍去旅行都係一個貢獻嚟嘅咩？喂，係嘛？咁啊。習近平咧呢個人咧温暖細心，流露出率真性情。咁咧就提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啊，曾經講起 APEC 會議期間，習近平為佢送上生日蛋糕，兩人咧就一邊食三文治，一邊飲伏特加。咁樣，咁好多人就將習近平比作老毛啦。咁咁啊，呢篇文章就幫習近平咧列出7個鹹頭。哇，我覺得真係厲害，仲多過毛主席喎嚇。嚟睇下啦，第一個鹹頭就係呢、這個。开创性的领导人，第二个咸头是什么呢？第二个咸头就是这个了，就是党的核心了。Okay, 第三个咸头就是叫做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第四个咸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改革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这个都不紧要，跟着那个紧要，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Okay, 然后跟着大国领袖。第6個鹹頭，第7個鹹頭是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為什麼重重複複的？為什麼多過毛主席？毛主席那時候 是4個鹹頭，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導師是的、偉大的 領袖、導師就等一下、領袖統帥是嗎？統帥是統帥是啊！佢而家有曬啦，統帥有啦，全部都係4個客。佢而家就唔係喎，佢係核心領導人、勤務員、戰略家、統帥、領袖、設計師，係即係 KO 咗老毛啊！多過老毛，所以最近有啲文寫話佢咩啊嘛？超鄧就趕老啊嘛，咁而家就似乎想超越鄧啦，嚇超越鄧啦，咁而家似乎就想趕上老毛添，咁啊趕上嘅時候甚至可能超過老毛啊！點解咧？佢而家將中國即係喺49年之後分到3個大時代嘛，第一個大時代就毛澤東嗰30年，嗰30年咧就係叫革命嘅時代，即係仍然喺咁啊，事實上嗰陣成日搞階級殺人嘅時代啦，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叫做韜光養晦嘅穩定發展嘅時，即係發展嘅時代，經濟發展。鄧小平嗰陣時係啦，就開放嘅時代。咁咧就第三個咧到佢啦，崛起嘅時代，民族復興成為世界強國的時代，咁就由佢開創，由佢開創。咁咧就咁至於都講過啦，這個胡錦濤同埋呢個江澤民咧，
就係鄧小平時代嘅主腳延續嚟嘅啫，延續嚟嘅，即係呢啲叫做long tail 啊，嗰條尾巴嚟嘅啫，嗰條尾巴。咁佢就話咧，即係換句説嚟講，簡單講，即係過渡人物，過渡人物，即係唔係佢就執行呢個鄧小平時代裏邊嘅大嘅方向。即係三個代表啦，毛澤東代表一個時代，鄧小平代表一個時代，習近平就代表新時代咯。咁但係咧，仲有一樣嘢喎，就係從嗰個點啊，中國人係站起來，就係毛澤東時代。鄧小平咧就是、中國人富起來，咁習近平強起來。哦，屌呢班好熟喎、啊、你，好好嘢呢班。你有冇由頭由朝讀到晚，讀到冇食飯咧？哎呀，真瘦咗喎呢排。佢哋話有啲人話聽佢嘅演說咧，佢話一股暖流到我心中。嗱，你應該咁講。咁跟住咧，佢話咧每一字啊都係充滿感情，亦都係充滿智慧啊。咁然後跟住咧就有如貝多芬嘅交響樂。哇！佢話嗰種結構。嗰種嚴謹啊！嚴謹複雜多變，係啊！佢話聽每一次聽都有唔同嘅味道，哇！真係中國人真係叻得緊要。我覺得你應該呢啲咁嘅發表文章啊！你話我睇完十九大報告，連呢、這個即係醫生都唔使覆診啦，好翻曬已經，可以跑步跑全馬添。嗱、今日我哋嗰、那個主題想講咩嘢？就想講共產黨。嗰、那個黨嘅組織呢個工具，同習近平時代有關嘅。嗱，咁咧就點解要咁講咧？咁因為咧就係共產黨毛澤東講過嘛，佢哋嘅成功有三大武器，三大法寶。咁第一個咧就係、是、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當然就包括埋佢哋嘅成個理論嘅基礎，因為佢點解咧？佢係透過個理論定個戰略策略，然後咧就係、是、統一佢哋自己，唔淨止係嗰、那個。軍隊佢哋嘅組織，而做一樣嘢咧，就將敵人啊界定咩叫敵人。嗱、啊、呢、這個就呢、啊這個好犀利嘅，反映咗一種咩咧、啊？你就唔好理佢咩口號，統一戰線啦。好、多人唔明咩叫統戰，其實只係一個、我覺得個本質就係一種嘅現實主義。就係唔係教條主義，即係話無論喺呢個時代，如果我哋主要嘅矛盾係帝國主義，國民黨係我哋合作嘅對象。好啦，到帝國主義結束啦。國民黨成為呢個主要矛盾啦，咁就呢個民主黨派，凡係批評國民黨嘅，即使唔係共產黨員，唔係支持馬克思主義嘅，都可以係我哋嘅朋友。好啦，到建國之後，就輪到嗰啲民主黨派成為主要敵人啦。咁所以其實簡單講咧，佢成個統一戰線背後嘅思維咩嘢咧？就喺不同發展階段嘅時候，係除咗鞏固自己嗰個實力之外咧，係不斷係認即係界定咩叫自己敵人。嗱，呢個將對將自己嘅敵人咧，係將佢孤立到最少，同埋壯大自己嘅。然後咧就懂得去到團結，好似即係嗰陣時候嗰個遠交近攻又好，合縱連橫又好，總之將一切可以聯合嘅人幫你去呢個階段剿滅你嘅敵人嘅人，將佢統一起上嚟。嗱，呢個就係、是。咁但係呢個咧係需要一個思想嘅，需要一個理論。嗱，呢個就係打破所謂共產黨嘅嚟自蘇聯嘅嗰班流蘇派嘅教條主義啦。你諗下嗱，毛澤東就好實際嘅。喂，頂你國民黨嘅重兵住喺大城市，你走去大城市搞罷工，你係死梗。所以佢走去搞農民運動，走去井崗山搞土改啲嘢。咁好明顯就係話，當佢喺土改鬥到地主嗰陣時候，富農都係佢合作嘅對象嚟。就甚至唔使講啦，你睇下佢喺呢個四十年代嘅時候。佢能夠統一幾多自由主義分子一齊抗日，一齊反對蔣介石一黨專政，咁咪就嗰陣時有一個理論出嚟嘅，就係要講咧，就係中國係要找呢、這個，要行一個即係一個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係咪？咁咪有一套嘢出嚟咧，你真係吹佢唔漲嘅。佢咧當然咧到日後呢啲嘢隨時講咗唔算數，跟住咧就全部話俾你聽，呢啲全部係階段性嘅策略。嗱，呢個同歐洲嘅共產主義運動有個明顯嘅分別嘅。嗱、即係好多人話毛澤東係古惑仔，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你睇到歐洲當時嘅即係左翼運動裏邊咧，本來啊佢哋都希望係可以借呢、這個即係 social democrats 啊，社會民主黨嘅殼嚟上市嘅。但係好快就抹面啊。嗱、這個就因為佢哋嘅對個理論嘅堅持同埋教條主義，但係毛澤東呢個人咧對馬列思想嘅堅持係零。根本就唔係佢係嗰個殼係個外衣嚟嘅啫，馬列。但係佢實際上就係一個實用主義者，其實同鄧小平係一樣。乜嘢黑貓白貓，其實佢老毛已經係有呢種性格。但係佢咧都叻在佢係吸收到佢裏邊嘅一啲嘅歷史嘅 vision 啊，即係佢能夠懂得個階級分析咁，佢都係好嘢嘅。即係咁，當然佢係要用呢套嘅
呢套嘅馬列主義嘅理論作為佢正統性啊嘛。因為佢嘅出發點，佢係正統。係啦，佢考慮問題嘅出發點係咩咧？我覺得同好多革命家唔同。革命家係講理念，但係毛澤東係好重視實際執行嘅。同埋佢同早期嘅孫中山或蔣介石一樣，即係你係要靠蘇聯俾錢你。係啊。O、okay? K。唯一係啊，靠佢俾專家俾你呢兩樣嘢，大家知咁嗱。呢個第一樣，我或者簡單講埋啦。仲有兩個嘅法寶，第二個法寶就係講武裝力量。咁你武裝力量梗係講紅軍啦，但係唔淨止咁樣嘅，黨嘅軍隊，係黨嘅軍隊。但係其實實際都唔止咁樣嘅，即係佢成個佢個秘密嘅警察，即係其實佢有個秘密警察。有源於蘇聯嘅赤卡制度。咁佢要對自己黨裏邊嘅人用佢嘅武力嚟對付，係嘛？咁佢都係有咁，但係佢咧，佢又信一樣嘢係武裝力量。武裝力量其實最睇得到就係軍隊，但係佢另嚇，但係佢仲有好多即係佢自己所用嘅。即係發喺黨裏邊嘅一啲嘅武裝力量嚟到對付自己自己嗱，你以前延安時代，譬如康生啊呢類咯，係咯，係啊，秘密警察啊，秘密警察啦，即係源於史太林嘅嗰套縮反嘅模式啦，或者係反 A B 團啦，反 A B 團即係 A B 團就係蔣介石 anti Bushwick 啊，就係針對啲布爾什反布爾什維克，咁嗰啲咧就係即係捉到咧。就差不多就地正法嘅，好似依家菲律賓嗰個總統杜特爾特咁啊，嚇佢呢啲咁人咧太危險啦。咁但係佢就話佢個反 A B 團咧就咁樣嘅，佢捉到邊個覺得你係A B 團嘅人咧，即殺，佢又係即殺。咁但係呢個真係好似用咗唔係好耐，好短，但係殺咗好多幹部，殺咗好多幹部，殺咗好多幹部。呢個亦都係史太林嘅模式。30年代嘅時候有用嘅，但係真A B 團反 A B 團之後咧，毛澤東就開始發展咗延安嘅模式出嚟啦。嗯，係啦。嗱，呢個就同史太林由蘇聯嘅鎮反縮反嘅模式好唔同。嗰種鎮反縮反一路喺東歐同埋蘇聯都係用緊嗰個方式，係用秘密警察去監視嗰啲懷疑反黨嘅分子，或者反領導人嘅分子，然後收集證據之後咧就捉佢秘密處決。係。咁但係後來老毛仲更加厲害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佢唔使秘密處決，唔係用赤裸裸嘅暴力咁簡單，佢係即係直情係用精神心理嚇、人格各方面嘅控制。嗱呢、這個咁呢、就是、個反而個嗰個效果大喎、你鎮反縮反嘅模式。秘密處決的模式只會令到人驚你，你成做不到一種嘅嗰種魅力領袖。但如果你可以將一個反對你的人turn到佢成為支持你的永遠忠於毛澤東的人，你因為在群眾心目中就覺得哇你好嘢喎，你真係等於呢個孔子的地位嚟嘅喎。即係呢個就係中國人嗰種道德主義嘅思想嚟。整風洗腦就咁嚟嘅。咁當然大規模嘅整風就係延安啦，大家知道啦。但係其實日後佢對付自己嘅意見人士咧，佢都係用一種個所謂批判自我批判，自我批判佢嗰種治病救人啦嚇，搶救失足者嗰種角色。咁佢嗰種咁嘅方式咧，其實對不同嘅人，即係尤其是對一啲即係如果佢嗱，好似林彪就永遠都唔肯嘅，因為佢知道嗰套嘢啊嘛。佢知道失咗足，如果佢認錯就死得啊。所以林彪一生人直到最後佢死都唔肯檢討啊，都唔一張檢討書都唔肯出。佢寧願就揸飛機走咯。咁嗰陣時候阿葉群啊，即係老朋友講：你點解唔可以毛主席都想嗌你檢討一次啫？佢唔肯。咁啊，鄧呢個劉少奇咧就好快都去檢討噶啦。鄧小平都估啊，檢討好多次啊。咁但係咧檢討極咧。以為過咗關都係過唔到嘅，要殺佢。咁但係咧，即係最慘一樣嘢咧，就係佢檢討，即係要你檢討啊，要你寫自己嘅悔過書咧，係不斷要你做，然後跟住咧就加上好多精神肉體上高嘅折磨咧，疲勞轟炸啊，咁啊使到你咧就成個人散曬。但係做即係佢就話咧，做完咗之後咧，你就會真真正正咧係完全一個社會主義新人啊，一個新人出嚟啦。咁實際上高就變咗一個可能變咗機械人都。其實就係我覺得係慘過秘密處決咯，係嘛？慘過秘密處決。咁但係佢終生嘅精神虐待。咁同埋一路慘咧，就係佢整理嘅時候咧，當然佢有一啲訓練過特工嚟到整理啦，即係要你思想改造啊，要你不斷去到悔改啊，要你督人啊，同埋佢哋嗰種態度啊，全部好專業嘅，你知唔知啊？佢唔係一面倒係壓力嘅，係佢係又會嘘寒問暖啊，又會關心你，又會咩咧？動員你身邊最親密嘅人，呢下先大鑊。咁所以你睇下中國好多大知識分子咧。竟然都話我真係覺得自己有問題喎！佢頭都覺得自己係毛主席係唔啱，所以我提出意見。但係後來批判之後咧，做完檢討反省之後，啲人發覺，哎呀，我真係有問題喎！我個思想
真係好封建，俄羅斯廠真係有好多階級上高嘅嚇，一種咁嘅罪惡喺度嘅喎，咁樣。但有啲係真係一生嘅污點嚟嘅，你明唔明？咁咧就佢哋啲悔過書嚟。咁啊好慘，咁就你睇下巴金臨即係臨尾最後自己嘅真正自己嘅反省嘅書啊，嗰陣自由咗之後啦，平反之後咧，佢覺得好難過，真係佢覺得嗰陣時點解要咁樣整人？但係佢當時佢覺得俾人哋鬥完之後，覺得自己啱，即係應該啱嘅喎，毛主席咁樣。咁連好多大知識分子咁樣，咁呢個好得人驚嘅嚇。好啦，咁但係今日個主題邊個咧？咁講咗咁耐，第三個就黨組織啦。其實一切發揮嘅嘢咧，全部靠一個好嚴密組織嘅黨咧，係具有極高嘅執行力量嘅，執行力嗱執行力極強嘅。呢、這個就係改變咗即係中國喺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咧，成個政治環境嘅氛圍同埋個氣質嘅。早期咧，其實嗰班革命黨咧，其實佢哋係真係追求憲政民主嘅，宋教仁啊、黃興啊、孫中山都係，咁所以咧變咗咧，當時即係北洋政府啊，所謂嘅南北對峙嗰陣時咧，咁好多知識分子對憲政民主好失望，咁所以咧呢、這個布爾什維克嘅黨組織嗱，呢個就係源於列寧。不是源于马克思列宁先至系呢个 Bushwick 嘅呢个始创人，因为列宁系一个行动者嘛，系啦，马克思嘅理论家啫嘛，佢系嗱马克思嘅理论家。列宁就系咧将几样嘢结合埋一齐，第一系职业革命家，唔侵嗰啲业余人士玩嘅，呢个同呢个好多政党好唔同嘅，职业革命家。第二系一个好核心嘅集团去领导成个组织，精英嘅革命精英，革命精英系愿意随时为个党牺牲嘅，咁就係一個小圈子嚟嘅，就採取一種我哋而家用大陸中共嘅模式，就叫做民主集中制。係咪層層向上集中，就係一個金字塔嘅模式嚟嘅。嗰個權力，咁最終集中到去咧，就係呢個布爾什維克嘅領導嘅身上啦。咁呢種嘅民主集中制嘅模式到今日係冇變嘅，喺中共嚟講係冇變嘅。咁就係第三樣咧，就係話咧，成個黨嘅機器喺唔同嘅社會組織裏邊都有呢個布爾什維克。都是滲透式，譬如工會，譬如學校，譬如大的企業，都是有一班這樣的即是職業革命家走在一起，即去控制這個組織。總之它更複雜過政府，在政府的部門裏面都有黨委，都全部有黨委。但它又不只是這樣，但它黨委不是一定是頭來的，喂，佢表面唔係阿頭，實際佢甚至佢唔係啊，即係表面上佢唔係個最高嘅領導嚟。但實際佢係好緊要。咁但係第二樣嘢咧，佢連社會組織裏邊都有佢黨嘅細胞。有學校都係咯，大學咯。有企業、大學、學校、工會，以至到咧婦女組織、青年組織、甚至民間組織、記者協會。咁佢咧就係有個規定咧，就係逢係三個人以上就有個黨組噶啦。三個人有個叫黨組，然後再多啲以上咧，就係有黨委。嗱，而家香港上市嘅大陸嘅國企都有黨組喺度，呢個好清楚。係啊，全部係咁樣嘅。而家依份連民企嘅騰訊都有黨組。但係當然咧，香港嘅證監即係嗰個證監條例就唔得嘅，就一定要係即係隨時控制住個董事會，就唔係個董事會主席咧，就係要負責法人咯嗰個。咁佢就捉埋你嘅 shadow director， 即係你嗰啲影子董事，你都要負責，但佢唔會俾你睇到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實際從個背後嚟講咧，佢啲影子佢個書記咧就係背後操作。咁咧就係大隻細上嗰度控制曬你啲董事，咁你表面上嗰個法例咧，佢全部合規嘅喎，佢又好似嚟到開會就係佢自己佢。嗱，所以我就話，實際上高全部係背後有曬指揮棒，其實冇改變過，有嘅只係咧嗰個權力嘅遞增與遞減。喺毛澤東年代，去到最極致係咩咧？就係一元化領導，譬如一間工廠裏邊嘅決策就唔係由個廠長去決策，係由個黨委去決策。而黨委根本上就唔識生產嘅嘢嘅，但佢就係找政治嘢。咁去到鄧小平改革年代咧，就覺得喂啲有啲分工，外行指揮內行唔掂嘅喎，所以啲國企效率咁低，就將嗰個係分工啦。記住，唔係從屬關係嚟嘅，係將嗰個廠長嘅角色咧就提高，就負責生產呢邊嘅管理。但係咧落實中央嘅政治任務咧，仍然係由黨委書記係執行嘅，但係起碼佢儘量咧就唔會干，所以黨政分家呢、這個就係啦，即係最起碼唔會佢知清楚邊啲係專業嘅範圍，係咪啊？有專家係要專家決定嘅，就唔係你嗰啲政委去到決定。嗱，呢個就係十三大當時提出、趙紫陽提出嘅其中一個政治改革嘅一個方向，就係、是、先實現黨政分家，即係個黨退出嗰啲社會團體。其實咧，即係最嚴重嘅時候咧。
在文革的時候呢就叫紅緊要專緊要嘛，你記唔記得？要紅不要專啦。要紅不要專咧，就大鑊到點樣呢？我哋睇有陣時一次過睇嗰啲戲咧，就講文革嘅時候咧，佢話不紅衛兵進駐嗰、那個嗰、那個醫院咁樣，咁跟住有啲紅衛兵咧就係、是、自己又讀過少少醫科，唔、知第二第三年，咁又去產科，咁啊誒，我哋嚟指揮，咁啊接生。咁跟住同佢唔緊要㗎，我哋嗌毛即係記住毛主席對你嘅愛，咁你就會順產㗎啦。有咩嘢就唔會有事咁樣。咁一路嗰套戲，我記得睇嗰套戲咧，就一路點知佢點知產後失血，你唔識搞嘛？你點知搞啫？你嗌佢連毛語錄都冇用㗎，都一樣出血嘅。咁足之咧就揾翻個專家翻嚟，足之搞唔掂知佢掛。嗰個專家翻嚟，點知個專家咧就散咗，因為冇嘢食啊。冇嘢食咁講，我俾啲嘢你食，食完你去快啲同佢搞啲咩？點一食太耐冇食，一食一飲水漲到起唔到身。咁啊，足之嗰個女人就死咗。咁佢啲紅衛兵仲覺得自己啱嘅喎，即係覺得，喂，即係不幸啫。佢根本就冇。同埋可能清查下呢個女人嘅階級背景，可能哦，原來黑五類嚟嘅，就抵 Q 死啦咁啊。咁佢咁啊未必，可能佢都想救。我覺得戲睇佢想救嘅，但係佢真係佢以紅代專啊嘛。以紅代專嘅落講嗰陣顛到全個社會。咁你大躍進嗰陣時候，你知道物質都係咁樣啫嘛。即係物質就係根本都種唔到咁多嘢，鑑粗嚟種。佢就唔緊要㗎，你用毛華東思想個科學種植嘅方法解決。人有多大膽就地有多大產。咁佢唯一一樣嘢係唔俾你鬥咧，就係佢其實佢上高係知道嘅，紅係唔可以代表專嘅，就係、是、國防軍隊同埋軍隊同埋嗰個航空嗰個科技，咁啊即係所謂前三強前六心冇事咯，嗰啲你明唔明？嗰啲就中央領導人保護佢哋嘛。咁其他咧就慘啊，真係鬥到咧。咁落講嗰陣時候，蘇聯都係㗎。你做嗰啲科學家要聽嗰啲政委講點樣研究，跟住你理論出咗嚟咧，話你唔符合即係嗰個馬列主義嘅思想啊，話你仲係有階級，佢就好簡單階級嘅偏見。話你唔好話科學研究啊，打仗都係政委話事㗎。係打仗係政委。係啊，你睇史太林格勒戰役當時即係納粹同呢個蘇聯作戰咧，佢個政委可以係即場槍決嗰啲撤退嗰啲將軍嘅。即係你如果唔誓死保衞呢個史太林格勒啊。咁嘅話，其實中國都係㗎，政委話事。咁佢嗰個政治係凌駕一切啊嘛。佢有原因嘅，因為佢個黨就係一個好嚴密嘅一個秘密運作的一個團體，咁然後咧，佢哋嘅手咧就伸曬落去嗰個嘅社會同埋政府嘅機器裏邊，咁而佢哋呢個小團體咧係用一套嘅秘密方式運作，咁然後咧就自己內部決策咗之後咧，就由佢哋翻返去自己嘅社會組織裏邊去推行，咁所以佢一定個效率好高嘅，好高。嗱呢一套制度咧，其實就最先出現其實唔係1921年嘅共產黨咩一大喺上海嘅會議裏邊。最先真正用的是國民黨，其實是因為那時候是聯俄用共的時候呢，是的，孫中山晚年他要建立一個黨，你知道後來那個中華革命黨都是要向孫中山本人效忠的嘛，是的、啊、個人效忠，總理就是這個意思、啊、總理的意思，同埋他後來他一直都是要用一個黨國制度，同埋是用他叫做民主集權制，是的，現在叫民主集中制，後來共產黨叫民主集中制，咁佢就個黨咧係即係要控制曬一切嘅，咁咧就佢當然孫中山咧有階段發展，軍政、訓政、憲政啊嘛。咁佢嗰陣時候黨國嘅時候咧就是、軍政嘅時候。訓政都係靠個黨嘅，係因為訓政係要由個黨去指揮嘛。鬆少少啦，訓政嘅時候係咪啊？咁但係老毛咧唔係即係呢個孫中山咧就有三民主義咁樣，咁又但係佢其中一樣嘢點解佢要接受曬蘇聯專家嗰個意見，包括埋容共咧？即係聯俄用共咧，當時就係派巴羅廷，因為要水，因為要盧布嘛，要水嘛，你冇盧布根本冇得搞，冇得食，軍隊都冇錢出糧，咁所以咧根本咧就冇辦法。嗱，佢要水之外咧，佢要軍事指揮嘅顧問，呢個蘇聯嘅顧問好重要。係，咁所以咧就係喺廣州就成立呢個黃埔軍校。其實黃埔軍校就係類似效法呢個所謂嘅將軍隊政治化，變成黨嘅軍隊。其實咧唔係國家軍隊，係黨嘅軍隊。咁有啲人鬧孫中山乜都好，如果當時佢唔接受呢樣嘢，從孫中山的角度嚟講咧，佢陳炳明都搞唔掂，咁你乜嘢都搞唔掂，乜嘢都冇，到現在我講國父都冇埋，因為點解咧？你後來國民黨革命成功先至推佢為國父，係啊，佢連先有廣東軍閥佢都搞唔掂啊，係啦，即係佢係當時嘅選擇係咁樣，咁但係咧對共產黨嘅即係當時國際呢個共產主義者咧嚇。他哋嘅雨線盤就好簡單啫嘛，借殼上市，借殼上市係啊，借殼上市。佢點解咧？佢共產黨啲人滲透去國民黨，國民黨可以容雙重黨籍，黨籍。但係調翻轉，國民黨可唔可以滲透共產黨啊？梗係唔得啦，佢秘密運作啊嘛。
嗱，咁所以你玩嘅，所以咧佢黨咧就咁樣嘅，即係中共嘅國民黨好快玩完啦，咁都唔係好值得講好多啦。但係即係你就話喺歷史上高實行黨國制喺呢個滿清清末之後啊，即係清之後咧，其實國民黨先嘅。但係你從呢個係重實用主義角度咧，佢係 work 嘅喎。嗱，你諗下當時喺大元帥府喺廣州啦，嗯，你而家去到咧河南嗰度咧，即係好似係一間混凝土工廠嚟嘅改建。咁咧就裏邊咧有幾個立像，一個廖仲海，一個蔣介石，一個孫中山，一個就軍，一個就黨，一個蔣介石就係負責軍事，廖仲海就係負責個黨組。咁呢一套嘅模式咧，係令到孫中山死咗之後咧，蔣介石能夠成功北伐嘅。係，你諗下佢係將個軍隊政治化，變成一套有革命理念嘅軍隊。佢就對住軍閥嘅軍隊咧，係明顯係唔同嘅。軍閥嗰啲抽壯丁嚟，有現代化嘅思維，有知識啊，同埋黃埔軍校嗰啲係。呢個就係令到咁又講新軍，就算係呢個邊個啊？袁世凱新軍都贏滿清嗰啲梗係啦，因為即係現代軍隊係現代化軍隊，現代化係好緊要噶嘛。咁但係問題我都明，即係有陣時咧，同個時勢睇喺當你喺革命嘅時代啊，或者係戰爭嘅時代。你係用黨嚟到操控係明白嘅，呢個實用主義。但係長內長期建設咧就死緊㗎。嗱，呢個就係咁點解我哋講起習近平，你知道啦，你長期用嗰個方法嚟到管治個國家得唔得咧？嗱，點解孫中山要有憲政，然後跟住到憲政咧？憲政就係你個黨要退出個嗰個體制，國家體制係還政於民嘅。佢有第三步嘅台灣，這個、要就係喺阿李登輝實現咗呢個還政於民、憲政民主呢一步嘛。是啊、就是憲法裏邊真正五權憲法就是五權憲法。咁、所以我就話喺大陸嚟講咧，佢就將一個革命政黨嘅模式喺一個延續落去，建政嘅階段、武裝鬥爭嘅階段咧，我覺得係好實用嘅、嗯。因為你將軍隊政治化，就令到嗰啲人咧，就算係農民都好咧，佢真係咧打出呢、這個。即係超班嘅水平嘅可以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一作戰就潰敗。咁、呢種嘅模式，我覺得共產黨就你問我，佢又唔係發揮得好極致，因為有毛澤東呢個因素喺度。嗱、但係咧喺呢個革即係共產革命成功即係四九年之前咧、毛澤東係要服從於好多客觀嘅因素，即係佢係要係照顧好多客觀嘅因素。咁所以咧，佢自己嗰種。到後來嗰種自大、自尊狂妄嗰種咁嘅做法，甚至文革式嗰種幾瘋狂嘅做法咧，喺四九前咧係冇咁出，即係相對嚟講，佢又有，佢又唔會用，即係係唔能夠咁出現嘅，因為點解咧？佢要克制佢自己。同埋，我覺得當時史太林對於呢個共產國際喺遠東嘅分支及得好緊嘅，因為錢又係佢嚟，槍又係佢嚟，軍事顧問又係佢嚟。你唔聽，你見到五零年代毛澤東訪問蘇聯，俾史太林冷待嗰陣時候，忐忑不安嗰種情況，你就知道其實基本上蘇聯對中共嘅控制咧係好犀利。不過咁樣，咁佢革命成功之後咧，就慢慢地佢都會已經係自成一體㗎啦嘛。佢真正搣飛係因為史太林死咗之後，克魯曉夫鞭屍。係咁呢個嗰下先搣飛啊！心理上高壓住你啊嘛，係嘛？係啊，大住你咯。咁但係咧就係其實喺延安整風之後咧，王明敗倒之後咧，離開之後咧，其實根本都已經控制曬嘅，即係華東已經控制曬。咁當時嘅黨咧係分咗兩部分嘅、一個咧就係喺革命區紅色區咧，就好簡單，個黨就好清楚咧，專係做土改啦，係嘛、就訓練軍隊啦，文宣啊嗰啲啊，咁啊同埋文宣啦，咁都係好厲害嘅。咁咧就，但係就好清楚。所以你就算 even 到而家黨嘅結構裏邊啊，中共中央宣傳部係不屬於政府嘅，係黨嘅組織嚟嘅。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呢啲唔係屬於政府架構，係就係個黨嘅架構，而係中共中央軍委，即係話宣傳、組織、軍事。是平列的是。咁、你睇得到以前是劉雲山依家黃護寧噶嘛，係嘛，都係咁樣。好啦，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好特別嘅咧，就係喺白區。白區就話係就唔係呢個共產黨控制嘅地區，就是、國民黨控制嘅地區，叫白區。地下黨嘅嘢。咁又對地下黨咧係非常之係厲害嘅，係嚴密。就同埋咧，佢係按住客觀嘅限制同規律，呢、這個就劉少奇厲害喺白區裏邊做事。喺白區裏邊，周恩來都曾經喺白區裏邊。咁啊，利用好多種嘅掩護，咁然後咧就嚟到咧係嗱，咁佢有幾樣嘢嘅，可以分化對手，佢滲透對方，分化對方。咁啊，分化對方咧係可以咧有幾種方法嘅，可以激化你個你嗰個被你滲透嘅組織裏邊一啲人。
激化咗你咪分化咯，叫我哋香港民主運動都咁樣嘛，梗有啲人嚟激化你，總會有人跳出嚟嘅嘛，嗌你掟，嗌你掟磚，嗌你乜乜乜，然後跟住鬧翻自己人，跟住就走咗啦，跟住就走咗。咁佢嗱，我覺得我唔係話激化，即激進人一定係一定係俾佢滲透，唔係，我絕對唔係啊，唔好誤會。但我話俾你聽，你要留意，一定係有佢啲人。好簡單，我成日都話激進咧係有一個過程嘅。我覺得個過程係咩咧？譬如你年青人咧，你可能年青嗰陣時喺港大學生會。畢業之後咧，就參加呢個冇咁激嘅組織，跟住可能先由民主黨，跟住退出民主黨，就加入社民連，然後再由社民連咩咧，加入本土派。咁嘅話，你有個過程，然後佢最後尾，咁你都睇到策劃激進行動咧，你又有個邏輯喺背後啊。係，有個軌跡，有軌跡。但係有啲人突然間由零到一百係一秒鐘，突然間出現喺個 event 裏邊。去煽動激進行動咧，你就要小心啦。因為我以前喺學，因為你睇唔到個 background。我以前喺學生年代、七十年代嘅時候咧，當我哋示威嘅時候咧，梗有啲人嗌我哋掟嘢嘅。一定啦。跟住佢掟咗先嘅，然後跟住又唔知走咗去邊。咁即係嗱，你留意呢樣嘢，即係激發你嘅組織，然後咧就嗌你攻擊一啲主流嘅人，就話佢即係保守，話佢咩？咁你嗰個年代唔一定係嚟自共產黨，可以嚟自港英政府嘅。你記唔記得1989年逼街蘇聯啊？油麻地逼街蘇聯，支聯會號召三罷之後嗰日，6月5號啊，咪喺油麻地一車車玻璃樽啊、磚啊，咪喺曬度嘅。跟住啲黑幫咪蘇聯咯。但係跟住咧，仲有一個都冇拉過，係冇起訴，一個都冇起訴。好真係匪夷所思。嗱，佢一激化你，但另外有啲人咧就軟化你。系两边嘅，两边一齐嚟嘅，软即系滚水六柱肠，两头嚟到冲嚟，咁软化你嗰啲，慢慢就嗌你出去同人哋倾啊，系啊，然后咁你唔了解国家嘅情况啦，咁啊，即系佢又搭路同人，即系同你得闲就翻嚟祖国旅下游啦，咁啊，于是乎咧就变咗你就分开啦，话有啲激就走咗，然后有啲软化，咁你个组织咪分化咯，咁变咗三嚿，变咗三嚿，好啦，你中间嗰嚿咧，佢仲有啲秘密嘅人入去你个核心嗰度渗透啦，渗透咧，然后嗰啲就俾料。俾對方，咁你睇下呢個蔣介石嗰個成個失敗嘅地方，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你唔好講話即係你好多嗰啲你嗰啲幹部啊，係共產黨嘅人啦，佢連你自己嘅軍事顧問，連你將軍嘅機要秘書。都是共產黨，咁、這個、你點搞啫？嗱，其中佢叫郭宇貴將軍，我哋講過咧。喂，佢深圳得七八個人，佢其中兩個係共產黨。同埋，喂，你都唔夠大鑊啊！當時華北剿共司令傅作義啊，傅作義個女都係共產黨啊！你諗下幾大鑊？嗱，個女咧就唔一定知道個軍事機密噶嘛。但係問題咧，好似但係個女勸佢投降啊，勸佢投降啊，佢啲想投降噶啦嗰陣時。但係郭宇貴將軍嗰啲咧，喂大佬，你得七八個人做老長信你嘅，係咪啊？咁啊，當然仲有一個洪日輝嘛，前呢個洪向輝。洪向輝啊！洪向輝就係喂嗰陣時候打呢、這個去到延安嘅時候，喂全部胡宗南下低嗰啲信職下文俾人哋攞曬。你軍隊去到邊度就打空城。喂，同埋好簡單。即係你全部你點搞啫？國民黨崩潰，除咗軍事外泄俾共產黨滲透之外，金融紊亂係導致國民黨潰敗其中一個原因。當時法幣係咁貶值，係咁貶值。係。就宋子文就賴曬宋子文啦，當然係。但係當時你知唔知啊？中國銀行行長係共產黨嘅人嚟。啊。OK。成個金融系統都俾共產黨滲透咗。咁仲有咧？你嘅幣值唔搞到一鍋粥都幾難啊！真係。咁啊，知識分子宗教界嚇，李柱文係啊，最出名嘅嚇。共基督教嘅一個牧師。諗起佢喺教會裏邊都有好，我唔記得睇翻佢嘅傳咧，都係佢入後嚟喺基督教裏邊都係相當有地位嘅。咁咧就個人係有知識分子嘅 style， 流利嘅英文。當時好多學者留喺49年留喺中國同共產黨合作，都因為李柱文嘅關係嘅。係啊，譬如潘光旦啊嗰啲。咁佢一個宗教領袖，咁好多人就信賴佢。咁點知到文革嘅時候，俾紅衛兵鬥佢嘅時候咧，打到殘曬。一打嘅時候，佢就爆出嚟啦。爆出自己有嚟嘅，自己有，咁啊足之就保護啦嚇，原來自己有咁樣，其實照佢就唔啱嘅，就我諗都可能都授權俾佢爆啦，因為可能命都冇咗啦。咁啊送咗，即係將佢咧後來咧就到80年代初咧就嚟到香港做新華社嘅副社長，嗰陣就係負責之同埋呢個許家屯一切嘅，即係許家屯嘅左右手。佢就負責同好多社會團體統戰啦。統戰啊，李柱銘嘅。李柱銘佢負責，佢就成日就跟住李柱銘嘅。咁所以後來咁嗰陣時候佢相對咧。就為咗統戰啊嘛，咁所以同李柱銘就好多嘢傾啊，咁足之佢又話嗰個終審庭
俾外籍法官入咧，就係佢李柱民嘅功勞。李柱民做出嚟嘅。不過點都好咧，真係咁犀利嘅，即係佢哋即係無孔不入。嗱嗰陣時有幾樣嘢，無孔不入。佢個人咧，佢唔係淨係嗰種嘅而家嗰啲維穩辦啊、國保啊嗰種咁嘅即係低質素嘅人。係。當時共產黨嘅你見到佢用，譬如李柱民啊呢類咧，或者係滲入國民黨嘅軍隊裏邊咧，嗰啲機要秘書嗰啲咧，全部都係叻人嚟嘅。係啊。唔係渣嘅人。他是用個信念來去改變他們，不是用錢收買的。是有些是錢收買不到的，根本那你的知識分子都是的，你怎麼收買他呢？因為那時候就是他代表了一種理想主義，是就是共產黨代表一種理想主義，而他是一個秘密小團體運作，就是一個這樣的很強的使命感，是就是好像這個那些什麼共濟會啊，即係你睇呢個 Da Vinci Code 裏邊嗰啲嘅神秘組織啊，或者係嗰啲咁樣嘅早期某啲教皇下邊嘅修會啊咁嘅方式嚟嘅喎。咁你諗下，佢哋要拆反分化，要搞你真係好容易嘅喎。嗱 ，OK， 嗱嗰陣時候咧，其實相互上嘅共產黨好犀利，那個能量係好犀利。佢唔係淨係佢哋嗰班人嘅能量，佢嗰種策略發揮出嚟，佢真係可以 leverage 共叫起你成個組織嘅係。係啊，咁你睇得到啦，其實成個抗日戰爭，咁係國民黨打嘅。係啊，但係佢可以唱到咧，就話佢領導抗日，然後跟住咧就話國民黨係由頭至尾就係逃兵，都可以呃，即係可以呃到成個即係成個社會。啲覺得佢真嘅，實際上大家知道啦，平型關戰役打咗一場，出咗5000軍隊，百團大戰都唔係一個大型嘅，唔係遊擊戰，遊擊戰都唔係陣地戰，跟住仲要俾阿老毛鬧啦，話林彪突出咗解放軍，吸引咗日軍過嚟啦。係啊，咁但係你成個國民黨幾多場重要嘅戰役，淞滬之役啊嚇，呢個台兒莊之役，叫做長沙會戰，打咁多場死咁多上將。你諗下喺抗戰最艱辛嘅時候，毛澤東竟然有空閒嘅時間去搞延安整風。1941年、1942年，你想想日軍點解唔會攻擊延安咧？其實有冇人諗過呢個原因咧？你最近潘漢年即係喺香港同日軍情報交易，將國民黨軍隊嘅情報賣俾日軍，係嘛？日本有一個學者叫遠藤裕寫一本書啊嘛，佢就係講呢個潘漢年毛澤東與日軍嘅關係，就係呢、這個。湄公館啊，日本嘅情報機關啊，係喺香港做雕嘅係，咁啊。國民黨你知啦，潘漢年死得好慘啦，仲有係即係獄中俾人打曬，打死佢，因為老毛唔算，因為唔可以將嗰段歷史攞出嚟講啊嘛，就係佢同日軍嘅交易，所以呢樣嘢，所以你今日動起民族主義嗰支旗，其實好多嘢解釋唔到，我覺得真係。好啦，嗱，我哋一間講講啦，喺四九之後，竟然毛澤東係可以一手打碎呢個打碎佢黨都得嘅，咁一習近平嚇一個人可以成個黨嘅化身，可以咧就係呼風喚雨。亦都係違反，我相信佢可以做到好多嘢違反黨嘅組織的常規嘅常規嘅。係啊，咁啊有啲嘢係值得去比較嘅，好嘛？休息一陣再講講下。
142年，清道光22年。1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1842年，在地图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的真相。我刘西良，我张王，我陈仁启，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寻找本土历史意义。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嗱，头先我哋讲咧就系咧呢个列宁式嘅政党嘅组织，经历过国民党晚期啦，即系喺孙中山晚年啦，然后跟住共产党49年之前啦。咁然後跟住到49年之後咧，嗱出現咗個變化啦。頭嗰兩個5年計劃都 OK 嘅，其實嗰陣時就主要係跟住蘇聯專家嘅指示去發展經濟。好啦，收尾到老毛斯大林死咗之後咧，老毛就想即係成為世界革命嘅導師啊，就提出一啲激進化嘅改革，包括係呢個三面紅旗，即係總路線大躍進啊、人民公社呢啲嘢咧，就希望咧就快速實現集體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同當時黨裏邊嘅好多嘅經濟專家也好，或者黨嘅其他嘅黨裏邊嘅領導人咧，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分歧。嗱，其實我見到今期咧有即係有啲文章咧，就將19大咧係媲美8大，係咁重要。其實就一度好笑，佢寫呢個人咧就佢應該識歷史嘅，但係問題咧就呢個媲美咧。就係、是、簡直係荒謬，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咧？八大歷史先咁寫，係唔識歷史咁寫啊嘛？點解中國冇理由唔識嘅係嘛？八大其實大家知道係劉少奇係好清楚做國家主席，然後咧佢個報告1956年嘅時候咧，八大咁其實嗰陣時候咧係完全係好跟住嗰、那個一個規劃經濟、集體領導同埋反對個人崇拜，同埋反對階級鬥爭啊！反對階級鬥爭、識別論，係啊，然後講緊尊重發展生產力，係啦，發展生產力同埋尊重知識分子，咁所以完全同後來咧係唔同嘅，同以前嗰後來嗰種咧羣眾式嗰種反智嘅道路，個人崇拜啊，嗰種咁嘅做法係唔同嘅。好啦，咁一發大家知道咧，大躍進失敗之後，62年嘅7000人代表大會，老毛被當眾批評。但係八大路線如果堅持嘅話，就冇1979年嘅經濟改革。根本1979年的經濟改革應該就是1956年已經開始了，因為發展生產力嘛。但很可惜1957年毛澤東就發動這個反右，其實就將整個八大路線扭轉過來，就進入激進化了，跟住九大就越來越激了。但你知道反右呢，當時大家都支持的，因為大家知道哎呀，原來知識分子這麼多問題的，不服我們那個共產黨的領導的，所以呢嗰陣時就算係鄧小平都好熱心去執行嘅，到現在佢都唔肯同有啲人擲帽嘅，係咪？咁但係問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嗰個三面紅旗大躍進死咁多人之後，老毛被批評，
但佢仍然佢又心中不服，雖然佢又檢討咧，佢話呢個係一個十隻手指裏邊係九隻手指同一個手指嘅問題，佢係錯就一隻手指，我哋啱係九隻手指，咁你死都唔肯認錯啦，死都唔肯認錯，咁即係，但就退居第二線。咁佢就話咧係執行得唔好，係執行得唔好，佢話咁啊有啲誒核指揮啊亂嚟咁啫，咁但係咧佢對劉少奇係懷恨在心嘅，大家知道。咁其實嗰陣時候已經調咗林彪翻嚟替咗呢個彭德懷。好啦，最大問題喺邊度咧？六二年之後佢就話咗階級。呢、这個呢、这個無產階級專制下繼續革命，繼續革命，然後跟住就做緊兩樣嘢，軍隊搞個人崇拜，然後跟住就文藝戰線開光精出嚟，佢就係打破咗個缺口。我覺得毛澤東係相當聰明嘅，但係都未能破壞個黨。嗱，林彪翻咗去解放軍，然後咧將毛澤東嘅個人崇拜喺軍隊裏邊開始咧，呢、这個係好關鍵。呢、这個好關鍵性。係當時係直接令到咧嗰個毛澤東嘅地位啊，喺延安之後咧係再一次成為一個神啊！好啦，但係問題咧，呢、这個鄧毛呢、这個劉鄧啊，即係劉少奇、鄧小平嘅盲點喺邊度咧？佢就以為成個黨係大家做出嚟嘅，毛主席應該都係會尊重呢個黨嘅，咁啊就透過黨嘅機制咧，將一切嘢規範化。或者老毛你做壓制老毛，係啦。咁啊，老毛做咩嘢？去到政治局，去到常委，佢下咪都係劉鄧嗰班做嘢嘅嘛。老毛咪唔係開會，全部就唔同你，即係唔同你做，或者做咧用佢個劉呢個劉少奇嘅方法做，鄧小平嘅方法做。嗱，其實文革呢、這個呢、啊、樣呢、這個觀念咧，嗱，老毛已經諗咗軍隊裏邊搞個人崇拜，然後喺文藝文化戰線裏邊開拓一個新嘅階級鬥爭啊嘛。係，其實本來咧。黨係認同做文革嘅，不過做嘅方式係完全唔同嘛。就係、是、用工作組嗱，共產黨列寧式政黨做嘢係點咧？就係、是、用工作組落去遵點，遵點之後咧就攞咗經驗之後翻嚟再寫報告，嗯、然後咧就制定一個全國性嘅政策。全部有規劃嘅，有規劃嘅計劃，然後跟住咧有指導有程序嘅係啊，有程序之後，咁老毛咧就好興咧，就係點解佢嗰個文革十六條咧就係話喂，你唔係同你搞呢啲嘢，係啊，佢唔係搞呢啲，我一定要全民嘅。動員嘅咁就，咁其實老毛就好簡單，就係、是、奪權。但咧最緊要一樣嘢咧，係喺歷史學家都會覺得係震驚嘅，就竟然喺文革嘅時候咧，即係到發動到啲所謂八屆呢個十一中全會嘅時候咧，竟然咧設立嗰個文革小組係可以奪權，可以完全奪權，可以咧成個政治局常委係停工嘅，政治局常委差唔多冇。係咪完全基本上都不運作？成個政治局不運作，係由文革小組嚟到運作，取代咗成個黨嘅中樞神經，係咁都得嘅。因為毛澤東好聰明嘅，佢、啊、就係建立咗個人崇拜之後咧，就用佢個人嘅魅力，先就喺上海就係、是、四人幫啦、嗯，就係、是、姚文元、張春橋、黃鴻文、江青，嗯、然後咧就由文藝戰線就批呢個海瑞罷官開始，然後就叫北京解放軍報轉載、光明日報轉載，全部都唔肯轉載。嗯、因為當時其實呢啲嘅黨嘅宣傳系統咧，其實唔係控制喺個編輯嗰度噶嘛，係、嗯、控制喺中共中央宣傳部啊嘛。咁、嗯、所以你得唔到佢哋宣傳部長批准嘅話咧，佢就唔會轉載呢個姚文元邊個嚟噶，佢都唔知係邊個。彭真啊嘛，係啦，原來背後咧，姚文元背後就係毛澤東。啊，就係、是、針插不入，水潑不進。所以就係啦，我的第一篇大字報啊，你啦。不過咁樣，今日我哋唔好講文革，一講就好長、嗯。不過我就咧，佢成個黨係可以打到碎曬。咁咧喺文革，即係當紅衛兵啊，即係所謂開關放出小鬼啊，即係所謂佢叫做造反啊。咁啊，全國即係搞到就大串連啊！佢鼓勵啲全國開串火車。咁啊，跟住咧就鬥嗰啲領導，咁啊頭頭就鬥夠級裏面，後來就搞到冇鬥。好啦，咁嗰陣時候啲省委咧，即係嗰啲舊嘅傳統劉鄧派嗰啲咧，就自己整翻自己嘅紅衛兵出嚟。就又係高幹啦，就係、是、習近平啦，係啦。嗱，習近平嗰時係噶，其中薄熙來都係啊。嗱，咁咧就係屬於係即係傳統，即係所謂鄧融都係啊。係啦，嗰啲革命即係傳統嘅富二代、官二代、老革命嘅幹部，紅二代啊，紅二代就對呢班咧就貧下中農嘅話，咁咪打啦咁就。但係話俾你聽，全個黨咧停，差唔多基本上高。除了少少個部門，或者外交部，或者外交部都奪咗權。如果唔係冇香港六七暴動嘅，真係當時陳毅已經靠邊站啊，俾紅衛兵鬥到。但係周恩來啲周恩來就蠱惑啦。嗱，呢、這個就同中央文革小組有關。香港六七暴動，就係、是、到火燒英國代辦處。六七暴動因為港英鎮壓，咁北京嘅紅衛兵就號召起嚟咧，就支援香港嘅。同胞反英抗暴，就結果就遊行去呢個北京當時嘅領事館，即、就、係、是、北京代辦處，就係火燒咗北京代辦處，仲要呢個英國領事出嚟唸毛語錄嘛。嗰陣時啊，邊個就係喺阿尤德就喺呢個
英國代辦處噶啦，唔知二等參贊定唔知咩，咁就中當時呢、這個社費移民個女啊，係邊個？費明儀有。費明儀唱歌嘅啫喎，有參加啦，有參加火燒英國代辦處嘅紅衛兵嘅。哦，係咩？咁咧就嗱，結果咧，周恩來就立住呢樣嘢，就同華東講啦：，喂，你咁搞，英國支持我哋加入聯合國，如果你咁搞嘅話，點搞啊？咁樣咁就將戚本如、關峰呢啲咧就奪，即係將佢哋嘅權力攞翻過嚟。不過咧。整個黨基本上高是停曬嘅，老毛是直接透過呢個文革小組，然後全國都有曬不定不同地方的文革小組，即係又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同埋由佢去擺平。咁又由佢個文革小組。佢接見嗰啲唔同嘅造反派嘅領袖。每地個地方文革小組嚟直情指揮群眾嚇，咁由咧就當然到後來咧搞到全國大亂武鬥嘅時候咧，武漢啊最緊要。咁又跟住兵變嘅時候咧，咁又老毛就出嚟咧就要傾掂啦。咁足字咧就係三結合啦，即係將啲軍隊。咁但係我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咧，喺歷史上高係曾經有段時候咧，成個黨係打到不存在，不存在嘅，係啊，打到碎曬嘅。咁全部係靠啲人。唔係1966到1968啦。係啦，差唔多年幾兩年啦。差兩年時間。係啦，係文革裏邊最癲嗰陣時。咁收尾解放軍支咗就鎮壓嗰啲紅衛兵。係啦，佢所謂三支兩軍就要靠軍呢個解放軍落嚟。咁所以後來咧組織嗰啲民嗰個革命委員會每個省咧。其實全部是軍代表嚟嘅，軍唔係、啊、差唔多。就算你去到華國鋒年代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很多都是軍頭嚟。好啦，嚇咁呢個咁樣啦。咁但係就又有一樣嘢係匪夷所思咧，打到咁冧曬之後咧，好快佢又重建翻個黨。哇！佢嗰個重生嘅能力都幾強，同埋好簡單咧。啊，咁佢就叫嗰啲紅衛兵上山下鄉，係啦係啦，跟住就放曬佢哋去邊疆。咁咪慘啦！咁跟住咧就接見紅衛兵代表個個喊，咁佢話：你哋嘅使命已經完啦，係啊，你哋好好學習。跟新天地啊！咁啊落去鄉村係慘啦，捱又唔再講啦。去貧下中農學習啊！啊，跟住有啲嫁埋啲貧下工農啦。有啲女學生俾人性侵犯，乜、啊、都有。咁啊慘到緊要。好啦，習近平啊，習近平依家嘅做法咧，似老毛啊，我覺得。就佢根本係凌駕咗個黨嘅，佢一個人全部。嗱，頭先我哋講嗰七個鹹頭、啊、已經係全部。我就漏咗一個毛主席嘅鹹頭，我諗嘅邊個就是、偉大舵手。係啊，大舵手。偉大舵手，就係、是、嚇，即係。喂，大佬鄧小平都係得一個鹹頭總設計師，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啫，係嘛？咁佢依家嗰個做法咧，好多時候咧係非制度化嘅。嘅干預，咁佢我嗰日睇咗一本書就介紹佢依家日後若即係佢嗰個佢嗰個生存嗰個靈活性啊，即係將來嗰個從即係嗰個能力喺邊度咧咁就佢有兩個最重要嘅你要留意嘅，第一個就係、是、其實就係承繼咗以前鄧小平講法，就係、是、預防式嘅管控，嗯，即係話咧對好多嘅危機咧。佢一早預測曬，消滅然後咧就係做前兩步，咁、但係就好慘啊！即係個成個社會咧受到操控嘅程度係好犀利嘅，即係咧，所以你睇得到啦，依家全部係個黨係滲入咗去國家組織，依家滲入曬全部民企社企。係、你就見到佢嗰啲手機遊戲都要符合十九大宣傳，NGO 俾佢控制，跟住咧好多人咧。佢就唔係用以前嘅方法話判你終身監禁啊，乜坐到你死，佢唔想咁樣。依家咧就你我睇而家對709對啲律師咧，大部分咧只要你肯認錯咧，就即係當然整完一輪洗完腦之後咧，就放翻你出嚟。但你要唔好以為放咗出嚟咧就叫做了件事，其實唔係嘅。其實出咗獄之後咧，其實進入一個更大嘅監獄，就係咧喺你屋企裏邊，喺你嘅工作裏邊，你而家全部都受到監控，樓下都係全部律師都咁樣啊，咩蒲志強啊、黃宇依家全部都咁樣噶。咁但係如果你唔服嗰啲好似這個黃全璋嗰啲咧，根本都未不見天日，繼續坐屋企人都又見唔到，即係咁樣。咁有一個叫鄭恩寵律師，我認識佢嘅，2006年放咗出嚟，到現在11年，根本都冇自由，喺屋企裏邊隨時抄家，攞走你啲嘢，跟住出如果俾你出街嘅話，兩三個人你見咩人要佢批准，要匯報，見傾過乜嘢，基本上就係佢就身處一個叫中國嘅大監獄。真係咁樣，邊係咁樣？嗱，呢種就係話俾你聽，好多香港從政嘅人咧就話：中國進入威權，香港進入威權主義。其實我係唔同意嘅，點解咧？呢種唔係威權體制，威權體制容許反對派嘅，譬如馬來西亞，佢係威權政府，但係馬來西亞一樣有安華領導嘅反對運動，有相對比較自由嘅傳媒，有呢個新媒體嘅空間。但係習近平呢種咧係比毛澤東進化嘅咩咧？佢係一種管控式嘅專制。
毛泽东是咩咧？打击一大片文革1966年，红卫兵一上嚟打碎成个党组织，中国进入无法无天。以后大家都不敢再做呢样嘢。咁佢为而家习近平做咩咧？嗱，你唔妥我就净系针对你。你碰触我底线，我就净系。同埋佢唔系用法律啊。佢唔系用法律。你记住咧，佢系全面依法治国啊。实际上高咧，佢个全佢嘅其实全面利用佢嘅法律工具。用個法律工具，利用佢自己有制服嘅人或者冇制服嘅人嚟到對你嗰啲國寶咪咯嚇，有好多冇制服嘅，冇制服就係譬如你呢個監控呢個陳光誠嘅同鄉喎，啊，全部揾班爛仔嚟到圍住你，唔俾你出去外邊咁就，咁呢個咧就係呢個叫管控式，即係預防式嘅管控。嗱，呢個係一個好新嘅一個發展嚟嘅，以往嗰啲獨裁者咧。史泰林好，希特拉好，每次鎮反縮反咧，黨裏邊都大傷元氣。但係咧，習近平呢一種咧，就是，我淨係喐你，邊個唔妥我淨係喐邊個。同埋冇制度嘅，即係冇需要制度。一條線落嚟指揮咁啊嘛。好啦，第二樣嘢就叫做多層式嘅政治吸納。咁咧，佢今期嘅十九大裏面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即係睇落去咧就覺得非常之好笑同荒謬嘅。就話咧要回歸傳統，中國嘅傳統，咁就話中國傳統有好多好多好嘢嘅咁樣，就有好傳統嘅封建政府咧，有好好嘅文官制度，同埋嗰個中央政府一個強嘅中央政府。佢中國咧之所以能夠維持咗幾千年咧，因為大部分時間有一個強嘅中央政府。咁但係佢而家佢唔係淨係強嘅管治，佢係各層咧嚟到吸納精英咁樣。咁咧就開放嘅個體系啊，咁啊佢就點樣咧？個民主集中嘛，佢會聽你講，然後吸納你啲精英。譬如大學裏邊邊啲讀書優政治表現過硬啊，政治表現好或者成績好，佢就一早咧吸收你入黨，然後就俾你好嘅生活啊，俾你好嘅，然後或者出嚟好嘅機構做。咁佢又話咧，中國以前係好嘢嚟嘅喎，即係佢所以咧佢咁咩呢個孝廉嚇察舉啊，就係會察舉嘅察舉。咁所以佢依家就話俾我哋聽，佢話選舉制咧。是失敗的，會被野心家利用，被野心家利用，即係另計劃拉票，拉幫結派。喂，其實有咩問題啊？拉幫結派，佢話俾你聽嚇，咁佢話人民係唔可以拉票嘅，被愚弄啊！佢人民被愚弄，因為佢都係野心家。咁所以王沪寧都好受呢個 Huntington 個早期佢嗰本咩《文明衝突論》啊，唔係第三波 Political Order and Changing Society 嗰本係六十變動中的社會。咁佢就係講咧，就係話嗰啲轉型嘅社會裏邊咧。如果你政治開放好危險嘅，哦，那個威權嘅，那個威權體制。咁佢咧，咁所以佢就話咧，要有強嘅中央政府嚟到吸納。咁咧，最近我同你講咧，就係喺個有一篇文章喺多維嗰度，我覺得最露骨嘅講得。咁佢就係中國民族發展學院嘅院長，就叫做姚揚。咁佢就成日話咧，而家中國嘅制度咧係有三結合，點樣三個結合咧？是君主制，話即係君主制，即係習近平咧，一個人話曬事啦。然後咧就有一個叫貴族制，即係權貴啦。八千萬黨員，咁就係共產黨裏邊嘅佢管治階層啦，都唔係八千萬喎。共產黨裏邊嗰啲幹部、高級幹部。第三個就係人民嘅民主。咁佢係人民嘅民主咧，佢我哋體現係乜嘢咧？佢會聽到人民嘅聲音。咁喺人民裏邊，咁佢咁樣喎。依家佢咧就有一種叫做可容忍的人民聲音。就喺網上高咧，佢睇到你有咩嘢嘈嚇，咁佢就佢會出聲嘅。叫做輿情監控啊嘛，佢呢個叫做。啊，咁個輿情監控咧，咁佢就要回應㗎。啊，佢係有啲係可以容忍，咁佢咧係直接指揮嘅，佢點樣處理，佢點樣處理，咁佢就非常靈活。咁通常係點樣處理嘅咧？咁就譬如最近個四川，你知道九月嗱，知道十月十九號開十九大啊嘛，竟然九月唔知十九號、二十號咧有一個50,000人嘅示威喺四川。咁就係因為咧，佢哋想有一個縣咧，佢就要將佢攞咗一啲地方出嚟咧，整落一個咩天府區，四府嘅四川嘅天府啦嚇，天府區新嘅發展區。咁呢個區咧，地產項目啦，有咁佢係好靚嘅觀光嘅，同埋有好先進嘅生產嘅。咁嗰個縣咪媽媽聲咯，佢話喂，我哋最靚就呢兩個區，你掹咗出嚟，咁我全個縣咪變得最窮，最窮啦，就要俾你咁啊最慘啦。咁即係如果你要各個縣有啲財政嘅某個程度嘅自負盈虧，咁我咪大鑊咯，繼續窮落去。咁啊50,000人出嚟。咁我睇，淨喺網上高睇咧，依個好嘢啦！互聯網，佢即刻上啊，啲人上。咁啊，睇佢50,000人圍住嗰2-3千個武警。咁啊，搞咗好多個鐘頭。
咁最後嚟緊係收期啦，都好正，因為開十九大啊嘛。嗱，通常佢依家全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每日都有。咁佢咧就點樣咧？佢呢啲佢只要睇到咗佢背後咧，第一你有冇嗰啲黑新黑五類嘅操控？有嘅話咧，境外勢力即刻就拉人啦，係嘛？咁就唔使講啦，拉人。咁啊，亦都會有人頭落地，即係佢管治咁啊。然後第三嘅嘢咧，就有佢啲嗰啲要求咧，就佢會讓步嘅。咁所以咧，自發性嘅群眾運動咧，係啦，自發性群眾咧，佢會讓步嘅。咁有好多嗰啲輿論係好不滿對某啲嘢咧，佢哋會有回應嘅。要回應，要啲官親自回應嘅。佢又唔會透過你個制度嘅。咁佢全部就係派人落去睇，咁所以佢有好多，咁即係所以你個制度解決問題咧，就係一般性嘅嘢，咁佢就可以。我覺得因為而家互聯網嘅時代有大數據呢啲咁嘅嘢咧，共產黨係精於啲大數據。點解咧？因為呢、這個佢有呢、這個即係信息辦啊，信息辦係監控曬所有呢啲嘅群眾活動，包括佔中嗰陣時呢、這個老偉啊，即係中共中央信息辦公室主任，其實係嚟咗呢個金鐘嘅佔領區嘅，係佢亦都係同你頭先講係一樣，佢要知道係乜嘢事。係嘛？咁所以我就直上，直上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咧，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咧，個黨嘅組織點解越嚟越唔重要咧、以往就係你要靠 report 寫報告，黨嘅組織派人落去蹲點，睇下呢班天府區嘅人有咩冤情、等等，搞到上去之後都幾個月啦。但係而家唔係嘛 ，in real time，你發生咩事，習近平即知嘅喎。係，佢係做得到嘅喎，依個以往係做唔到嘅。即係佢咧，依個習近平咧，就係揾一堆人，佢自己好信。佢唔需要組織機器嘅。咁嗰堆人咧，就直情就係喺就係、是、有啲佢覺得重大嘅事情咧，係即刻介入。其實對香港一樣嘅。啊，香港一樣。佢話俾你聽，佢都話俾你聽，佢嗰我依家共管同你香港，但係佢就話俾你聽，我就係睇重大事情。你睇好清楚嘅一個事情。你好簡單，十二月梁振英仲覺得自己係連任緊嘅。係啊係係。然後突然間 DQ 咗梁振英，呢、這個咪佢就係介入咯。但係 DQ 咗之後，俾邊個做咧？佢就嗱你自己搞掂啦。咁所以咧，某個程度嚟講咧，佢個黨咧就有一種咁嘅解決佢以前佢咁大嘅黨。嗱，你唔好話佢唔回應香港民意喎。佢就 DQ 咗梁振英，其實佢係回應咗香港民意喎。其實咁佢好多好似話集冧啲自己拍板。係集拍板，肯定係。因為佢成個港澳辦都係支持梁振英嘅、包括港澳工作小組嘅張德江都係推薦梁振英。都係推薦梁振英嘅。嗱好啦，咁就依家咁嘅問題嚟講咧。就有啲人話佢咧，就係有好高嘅適應能力，有好高嘅生存能力，因為咧佢有好多咧係喺中央工作嘅人咧，係日日睇住個社會，對好多重大事件咧，佢會係好快攞到第一手嘅資料，然後交翻去做決策，做決策，然後交翻去中央裏邊咧，佢有啲工嘅決策小組。嗱，佢嗰啲決策小組咧就直接向阿習近平。同埋呢啲小組咧就唔係黨嘅機器喎，呢下先特別喎。佢係用呢啲委員會啊，其實係侵奪咗個黨。即係唔係正常嘅機器？係啦，即係好似文革小組咁樣，好似特卡。國安委員會就已經係將原本屬於軍委啊、屬於國安啊等等嘅工具咧，就納入咗佢管轄嘅範圍啦。係，譬如經濟。亦都可以納入咗佢嘅範圍。咁佢全部係凌駕性權力嘅，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好似文革小組咁樣咧，佢係凌駕曬你一切。嗱，嗰啲小組佢唔係同你共治喎，嗰啲小組裏邊嗰啲專家係俾意見嘅啫喎，係執行嘅。咁但係咁樣喎，佢又會話俾你聽咧，如果冇事我就唔理你嘅，冇事一切正常，一切你啲。佢一侵嗰下咧，佢一侵落嚟嗰下咧，咪就係 DQ 梁振英凌駕性啦。好啦，咁個問題係咁樣啦，咁咧就任何嘢最後咧翻翻嚟咧，即係所謂對習近平嘅絕對支持，你知道啦嚇。即係絕對服從。其實有冇嗰啲咩三忠於四無限啊？有嘅，有講過啊。在習近平嘅指示一定要全力。咪同文革一樣啊！咁然後咧，習近平嘅思想嘅擁護，咁佢有幾條嘅、我一時讀唸得翻就有幾條嘅。而家好似要全部要舉手宣誓。咁然後咧，咁跟住咧，如果習近平係習主席係即係反對嘅嘢咧，我哋係絕對唔會接受嘅。即係佢有幾條寫曬落嚟，咁個個都要差唔多都要背誦，個個都要知道咧。咁、那個問題點樣呢？依家全個國家、全個黨嘅盛衰興危就係、是、於一身，係於一身。咁所以咧，最近何青蓮話咧就攰而不崩啊！係啦，我介紹過有呢度。咁咧就佢話佢咁犀利嗰個應變能力，十年二十年之內都唔會崩。咁佢就算幾僵化都好咧，咁佢就唔會崩嘅，因為佢有好。但係個社會就會潰敗。咁會潰敗，因為你控你，因為你咁控制法咧，你嗰啲人類即係你個道德越嚟越敗壞，道德啦，同埋環境啊，冇創新啊嘛，同埋係嘛，同埋因為全部急功近利啊嘛，跟住同埋咧就全部用藥啊嘛。即係一個人你用預防不斷打 steroid， 一定打食抗生素。抗生素。咁你個成個身體點會好啫？你唔會好噶嘛？你唔係自然本身強壯啊嘛？你唔會強壯咧，咁所以長期啲咧就死噶啦。但仲有一個問題
係即係我諗何青年咧都冇特別講到，都唔敢講我諗。就係、是、皇帝駕崩。係啊，唔係動產。喂，皇帝駕崩，我就算你幾叻都好啊，你話根本唔會斷崖，唔會斷崖式呢個崩倒，但係皇帝駕崩就會咧，大佬。喂，你估佢會？會千秋萬世，佢最近話永遠健康嘛？有本書有個講過話祝習近平永遠健康。有個陳玉書嘛，喺香港登就係陳玉書咯。其實永遠健康當時咧喺文革嘅時候咧，係攞嚟就係祝賀，唔係係祝賀林彪嘅，祝賀林彪。毛主席係幻壽無疆嘅，佢將佢講係有分嘅。咁佢係用咗祝賀林彪嘅就永遠健康咁樣，真係好笑。咁但係問題咧，喂，你皇帝會駕崩噶嘛？皇帝會病噶嘛？你而家佢啦，你諗下，點解成個常委俾佢咁矮化？真係俾佢矮化。冇人可以領導呢個局面。咁所以咧，好啦，叻嘅人好似黃岐山啊等等入唔到去咧，咁即係你唔可以挑戰佢正統啦。因為個黨係佢，你入唔到個黨個核心，你點挑戰佢正統地位咧？咁就同埋佢又將自己擠到去同埋冇繼承人，冇繼承冇建柱啦。以前皇帝駕崩最大禍係咩呢？就係、是、所謂立柱啊。嗯，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似你頭先講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所講呢個係帝制嘅話咧，嗯，中國嘅王朝衰敗咧係同王柱鬥爭有關嘅，係同個繼承人鬥爭有關嘅、嗯。因為總會有人覺得嗰個皇帝咧係世息唔對嗰陣時候就埋堆嘅啦嘛，開始。佢成日覺得自己63、64歲嘛，習近平，嗯、我仲可以有嘅。鄧小平90幾歲、95歲，我有20、30年。二十年執政係咯、啊。唉，咁但係問題一個國家靠一個人。是不是行呢？如果十九大的報告他是講到2040幾年話？2035，2035，我估佢個 horizon 就是2035咯。啊，2049咧就係2025咧，2035好似2035就是小康。嗯。啊，2049咧就是世界強國啦，世界強國係啊。啊，咁所以咁但係問題咧，佢咁嘅管治咧有一樣嘢，呢、這個就 David Shambaugh 講嘅，就係話。你個成個社會冇曬創新嘅力量，冇曬少少自由嘅氣氛。唔好講啊，啲人你講啊點，啲人點樣擁護你都好，有一樣嘢你係呃唔到人嘅，啲人繼續移民，係繼續走資，繼續走資，繼續移民，繼續攞官。依家佢唔俾人攞官啦，要你報啦，係咪？但係問題你成百幾萬攞官，各層嚟講，咁你點搞啫？同埋我懷疑，我甚至懷疑啊，呢個解放軍嘅作戰能力都成問題。你諗下佢整，即係琴日新華社嗰篇文章講就係話佢整治即係嘅將軍啊。嗯，是多个战死的将军的100个、嗯、即是在他整治这个解放军。嗯，那你想想如果你即是史太林肃反镇反波及红军呢，也都令到为什么苏联在对这个纳粹作战的时候呢、嗯、初期呢是节节败退。嗯，因为你整军整得太紧要呢、嗯、是会失去了个作战能力的。是的。好了，香港了。香港有個地下黨一定是啦。係有嘅，呢個有30多萬。以前就是叫港澳工委领导啦。嗯，那就那时候就是。嗱，而家都公開化㗎啦，即係喺黨嘅大會裏邊咧，都有香港工委啊嘅呢個代表㗎啦。其實已經係、嗯、即係有咁，當然係嚟自中聯辦主任啊、招、嗯、商局啊，嗱佢幾大系統咧，中銀啊、華潤啊呢啲啦，其實全部都有黨組喺度㗎啦。咁華潤甚至俾人被指為咧係有呢個國安嘅背景嘅情報嘅。咁佢咩？因為華潤嘅背景成立嗰陣時咧，其實好早期成立華潤嘅目的咧、嗯，其實都係為咗要打開個窗口嘛。因為圍堵佢嗰陣時，咁、嗯、所以咧就你見到國民貴港咧，佢話國安喺香港有幾個基地咧，嗰陣時冇人理嘅，火炭、太古城，其實有啲你一睇就知係屬於華潤嘅一啲嘅，譬如佢哋嘅機樓啊，佢哋嗰啲嘅 data centre 嚟，即係佢買咗好多單位喺度係嘛 ？data centre 啊 ，data centre 火炭，哦，係咪啊？嗱，咁但係而家最緊要一樣嘢咧，就我相信就算政府都滲透得唔少啦。哦，一定有。我諗司法界點會冇咧？紀律部隊點會冇咧？我相信佢有。司法界可能就比較冇咁咩嘢，因為佢我覺得一定有。1984年到而家、你諗下佢部署接管香港係由1984年到而家、我當你佢派嚟嘅人係90年代派嚟、喂，大佬，我90年代派個20幾歲嘅人嚟嗰陣時候，佢而家都起碼接班啦。甚至喺嗰個嘅即 AO 啊，喺、海關啊呢啲重要部門 ，ICAC 嘅部門裏邊已經係成為呢個咩啦？中堅分子啦。呢個即係以我哋所感受到咧，就係、入境處同海關同埋警務處呢三個。我覺得入境處係最犀利嘅，入境處最犀利。入境處最犀利，所以你見到嗰啲負責問責官員裏邊嘅嗱，你見到咧而家呢個特首辦主任好秘密嘅，唔蒲頭唔講嘢嘅，唔係入境處處長。嗱，不過點都好咧，香港咧。佢有幾大嘅滲透力同埋操縱能力都好咧，佢就知道香港唔能夠唔係一個自由嘅地方。
因為你冇咗個自由空氣咧，佢自己知道嘅，因為佢裏邊冇啊嘛，佢知道啊嘛，咁你嗰個成個嗰個法制啊，佢嗰個金融系統咧，啲人會係冇信心。即係你當然你可以自己接管曬乜都得，你玩曬都得嘅，係咪啊？但係佢知道係唔得嘅呢樣。但係我覺得佢慢慢會將呢個內地嘅管控式專制咧引入香港。嗱，你其他嗰啲新加坡咁啊，你新加坡嘅商業仲裁啊、商業法啊嗰啲嘢，佢跟翻曬普通法嗰套原則玩嘅，冇所謂。我諗佢想香港都係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你一牽涉到一啲咧叫做顛覆啊、內地裏邊嘅政治啊有關嗰啲，佢就重點清除你啦。你睇銅鑼灣書店事件就咁，佢話俾你聽，佢有底線咯。係啦，咁變咗嗰條底線就係佢所謂管控專制，佢畫嗰個框框啦。個框框會你唔過嗰個框框就 OK， 你一過嘅話我理你咩法治都好啦，就越境執法㗎。不擇手段係啦。咁依家香港嚟講個框框咧，佢仍然都有想有個大嘅框俾香港。但係你見到李飛嗰日所講，你都幾恐怖。跟住之後話會研究就係好似用基本法附件三嘅方式進行23條立法啊嘛，將即係好似國歌法咁啊，然後我列入咗去定咗框架，你先至做本土化嘅條文細節草擬啊嘛。喂，咁其實幾恐怖嘅呢個都直接管治嘅模式嚟。係香港都係同時間競賽嘅，所以有啲人有陣時好多人都講話係借來嘅時間空間，咁香港都借咗好耐㗎啦，百幾年啦，係咪啊？依家回歸之後咧，個時間一路縮短，依家冇嘢嘅，冇得借啊！而家都俾啲時間要玩啊！而家慢慢嘅分歧咧有排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睇下共產黨係點樣啦，係咪啊？我始終唔相信即係習近平咁樣嘅管治係。我諗香港人好矛盾，其實係佢又其實香港人都有民族主義思想，佢亦都想希望中國會強大崛起，但係唔係用呢種方式崛起。或者用呢種方式強大。老實講，所以我嗰日聽到佢啊李飛講話，類似講到咩今生前呢個咩啊？今生來世啊，處於何處往何處去？何處來就何處去？我要話俾你聽，好不幸，香港係嚟自幾千年嚟嘅封建王朝嚇嘅土，我哋呢個土壤嚇割俾英國，喺英國百幾年嘅殖民地統治，點知而家翻嚟？又是一個封建帝制加貴族再加民嘅統治，咁呢個就係話俾聽，呢個就係同李飛解釋我啫。如果都老師識歷史嘅，應該話俾佢解俾李飛聽啊！即係我哋唔知點同學生講，即係從封建帝制內入翻嚟封建帝制。不過咁樣呢啲，我覺得喺呢個咁嘅現代嘅時代，我哋今日嘅社會環境、國際環境咁樣嘅生產力啊，你係咪封得到咧？嗰啲互聯網係咪啊？其實我覺得係挑戰，我就覺得唔係話挑戰緊世界添，係挑戰緊人類嘅常識。文明啊，常識係啦，常識。如果一個國家嘅發展係可以咁樣嘅方式成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取代美國，所有我哋過去讀嘅政治學、經濟學，所有嘅學識咧，全部推翻曬，要從頭再學啊！嗱，呢個真係我啊認同新華社嘅講法啦。中國嘅崛起係挑戰緊咧呢個世界好多嘅我哋過去發展嘅理論。事實上亦都係嘅。如果我哋看的東西是錯的話，這真的可以的話，去到2035或者2049真的取代美國成為這個強國的話，那我覺得就所有我們經濟學那些書都撇掉了，真的。所以有些人說 Decline of the West 和那個 Spengler 那本書，將來寫本書是 Decline of Man Decline of Mankind 即是人類的沒落啊，冇啦，應該就係啊，等星球人嚟管香港咁樣。好啦，呢個世界啊，唔係嗰個世界。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好，拜拜。